一段时期以来对执法和服务关系的认识存在一定误区，认为执法是刚性的，服务是柔性的，两者是对立的，过度强调服务会削弱执法的强制性和权威性。我们认为执法与服务并不矛盾，都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两者是协调统一，相辅相成的。我们制发指导意见，推行服务型执法，绝不是要弱化行政执法，更不是要纵容违法行为，服务违法分子，而是要做到该宽的宽，该严的严，